back day back day back day， 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故事，故事，故事。伤病这个确实挺有问题的。等会儿你不用摸我，太惨了。啊！哎！啊！确实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不能说因为有伤病或者什么你就去为自己的球场上的表现找借口。就像李导一直在说一句话，他就说你带伤比赛或者说你是有伤病去比赛，别人不会觉得你是受伤了或者怎么怎么的，别人就是觉得你打得不好，就是打得不好，除非你对全身人说哦我今天受伤了，去为自己去找借口。他说但是我觉得就是李导也说特别对吧，你带伤打比赛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我们最起码的一个职业的一种职业道德吧，或者职业素养。然后你不仅要带伤打，而且你要打得好，那这才说明你是有真本事的。整个第一阶段下来说吧，还是比较累，说实话，因为确实，我们的赛程其实倒还好，但是就是毕竟你在一个地方里边待那么长时间，然后不停的切换场地去训练去比赛，然后对心理来说可能大过于身体上的累吧。觉得自己来说的话，第一阶段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的地方吧，就是。还是有的时候在场上打得不够果断不够坚决，然后状态就是没有说一上去就是那种嗷叫崩上劲儿那种去对抗，所以这也是自己现阶段比较自己的一个问题，还是得就是说自己好好调整，然后把这个东西改正吧。我也会有情绪化的时候，但是可能就是像原来我一个球打不进或两个球打不进，我就会急啊会烦，这可能就会影响我别的东西，但现在就是我会就是告诉自己不要着急，你可以从别的方面去带动，然后慢慢进入到这个自己的状态里边来。控制失误方面可能还得就是再谨慎一点，传球啊处理球的方面还得再谨慎一点。其实我倒是真的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吧，到他们就是俱乐部的人或者队友都会调侃我说你现在99年老将了，你现在是，就是反正，就还是在场上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然后去帮助球队，尽自己的所能去在球场上表现出来正面的东西去。带动他们也好，去影响他们也好，就是把更多正面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去引导他们，然后成为就是打得更好，给他们要表现出一种就是首先你有一个态度在上边，然后让他们看到就觉得啊，你看他都这么去拼去努力打球，那我们如果再不努力再不这样的话那肯定不行，所以说就是还是以一个更多的正能量去，不管是从语言上面还是身体肢体语言上面还是行动上面，都有一个正面的去影响他们去引导他们。
之前老贝还是现在李导对我影响特别大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身边的这些队友，就是包括去年有狗哥，有大熊，包括还有冠希，熊飞，他们这些老的，就是他们就是很会带动身边的人，就是不管从训练也好，平时生活也好，他们就是很会带动身边的人去。就其实可以说也算是树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标榜的那个地方嘛，然后就慢慢跟着他们在一起，就也是成熟了很多吧，然后他们也会去给我讲一些我自己的问题，不管是球场上还是球场下，生活当中还是工作上面的事情，他们都会去给我讲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冠希，就其实也是挺感谢他的吧，就是因为我跟他平时我俩比较好吧，然后他很多时候他也会给我讲很多道理，然后给我就是教我一些东西吧，反正就是挺感谢他们的，就是保持那种心态，主要是还是要把心态给放好，还是保持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劲头，这样的保持这样的自信去对待每一场比赛，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就不要受伤，千万不要受伤，把身体保护好，因为确实你受过伤，你有之后你才会觉得真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是有多么宝贵，你受伤了之后你确实打不了就打不了，影响你就是特别特别影响你，不管是从各方面来说，就也就希望所有我们所有的运动员，所有的球员都不要受伤，不要受伤病的困扰，就是健健康康的打完每一个赛季每一场比赛。如果有机会的话，肯定还是想再次代表国家队去，就穿国服去为国征战嘛。就是这种使命感，这种神圣感，是所有东西都代替不了的。就是穿国服站在球场上，我觉得这是对于一个篮球运动员来说，应该算是最高的一个荣誉吧。放平心态了，就是平常心嘛，就是我打得好打得不好，但我还是要做我自己，就是我不能因为别的一些东西改变我，或者是让我去就是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好，或者怎么好，就是我还是就坚持我自我，就是找回到了最开始就是在场上这种感觉，这种初心，然后也不再去 care 这些东西了，就是我上场了我就保尽全力，我就付出我的全部，我去打球，打得好与不好，或者是怎么样，那这是我自己能力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会做到问心无愧，那就 OK 了。嗯，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故事。